瑜伽可以帮助身体柔软，帮助身体强壮，可以增进生命能量，探索内在自我，找回最初的宁静。各位好，我是 Alan，在我身旁两位是妹跟秉真，我们将会为各位介绍一系列基础瑜伽。练习瑜伽，你只需要一张瑜伽垫，把你身体跟冰冷地板隔开，保护你的手肘，保护你的膝盖。 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可以再加上一个瑜伽砖，来帮助你延长你的手臂长度，帮助你深入姿势，帮助你的学习。接着，我们从三盘坐姿开始，右脚跟靠近耻骨，左脚跟靠近右脚踝，双手放膝盖上，掌心朝向天花板，慢慢闭上双眼，把呼吸慢慢加深，慢慢拉长。 慢慢张开双眼，将你双手，一手放在胸口，一手放在肚子，小指、拇指轻轻碰在一起。吸气的时候，肚子先启动，肚子往外扩张，肚子吸饱了，胸口、肋骨往外扩张，再往上提升。缓缓吐气，肋骨下沉、内收，感觉你的小指头要去找你的拇指，接着肚子、肚脐内收，小指、拇指慢慢的碰在一起。 吸气的时候，肚子往外扩张，小指、拇指慢慢分离，肚子吸饱了，胸口接力，肋骨往外扩张，再往上提升，缓缓吐气，肋骨下沉、内收，接着肚子、肚脐收向脊椎的方向，轻轻闭上双眼，感受三次伸长的完全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肚子往外扩张，接着胸口。 缓缓吐气，肋骨下沉，接着肚脐内收，在一个伸长的完全呼吸，利用腹式呼吸加上胸式呼吸，慢慢加深拉长你的一呼一吸。保持双眼闭上，双手合十于胸前，我们再唱诵《三声梦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练习。 深深的吸气，肚子往外扩张，接着胸口。哦、oh.。 将你双手放回膝盖上，再次把呼吸调匀，慢慢张开双眼。将你右手往上举起来，吸气，胸口扩张，感觉你胸口慢慢拉长。缓缓吐气，弯曲手肘，让你右手去找你的左肩胛骨，左手往上轻轻压着手肘，可以稍微低点头，让你手肘放在脑后中间。 吸气，胸口扩张；吐气，头往上抬起来多一点，感觉右边腋窝的伸展。再一个深长呼吸，慢慢松开左手，绕过背后往下去找你的右手。找到之后，十指交握。如果你觉得很辛苦， 将你的手肘放在耳朵旁边也可以。如果你握不到，你可以利用毛巾来帮助你的手慢慢的加长。再一个伸长呼吸，慢慢松开双手，双手回到膝盖上。吸气，右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。 把你左胸口慢慢拉长，吐气，弯曲手肘，找右边的肩胛骨。右手往上，轻轻压着手肘，稍微低点头，让手肘放在脑后中间。吸气，胸口扩张，吐气，头往后仰，感觉左边的腋窝慢慢打开。再一个深长呼吸。 慢慢松开右手，往下绕过背后，让右手去找你左手手腕。如果你胸口比较紧的话，把你手肘放在耳朵旁边都可以，停在自己适合的角度、自己适合的位置，保持深长呼吸。再一个深长呼吸。 慢慢松开双手，双手回到膝盖上，掌心朝向天花板。深吸一口气，双手高举，掌心相对，看向天花板。缓缓吐气，双手按在垫子前端地板，慢慢的跪起来，来到四足跪姿，肩膀在手腕正上方，臀部在膝盖正上方，缓缓垫起脚尖。吸气，抬头翘臀，肩膀放松，看向天花板。 吐气，氣低头拱背，脖子放松，看向肚脐。吸气，抬头翘臀，感觉胸口扩张，肚子放松。吐气，低头拱背，感觉整个背部的伸展。吸气，回到四足跪姿。吐气，臀部往后上方推送，膝盖离开地板，保持脚尖点地，膝盖弯曲。 肚子慢慢的靠近大腿，脖子放松，头顶下垂地板，保持深长呼吸。吸气抬头，双脚往前走到手掌中间，一步走不到，分两三步走都可以。肚子贴着大腿，膝盖弯曲，脖子放松，让你的脊椎随着呼吸一浮一沉。 深吸一口气，手掌离开地板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，顺势打直你的膝盖。吸气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看一下拇指方向，肩膀放松。吐气，手掌分开，回到身体两侧，回到基本山式。肩膀往后往下松沉，尾骨内卷。吸气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看一下拇指方向。 吐气，手掌分开，前弯，手掌贴在脚掌两侧，肚子贴大腿，贴不到弯曲膝盖。吸气，食指点地，挺胸，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半前弯。吐气，手掌贴地，肚子贴大腿，贴不到可以弯曲膝盖。再次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与放松。 深吸口气，手掌离开地板，把上半身缓缓带起，顺势打直膝盖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看向拇指方向，肩膀放松。吐气，手掌分开前弯，手掌贴在脚掌两侧，肚子贴大腿，贴不到弯曲膝盖。吸气，十指点地，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半前弯。 吐气，手掌贴地，肚子贴大腿，再次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与放松。吸气，手掌离开地板，把上半身再次缓缓带起来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看向拇指方向。吐气，双手慢慢的离开，回到身体两侧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 好，来到基本山式，肩膀往后往下松沉，右脚往后跨大步。对，这边要大步一点，可以弯曲你的左膝盖，大小腿九十度，膝盖在脚踝正上方。如果膝盖超过脚踝，移动你的后脚，让你膝盖在脚踝正上方，把上半身转向正前方，把你小手臂放大腿靠近膝盖地方。 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再沿着耳朵延伸出去，尽可能让你的右手跟右腿成一条直线，来到侧脚式。如果你觉得轻松，把你左手靠在脚掌外侧地板，保持膝盖高度不变，臀部高度不变，把你左手放在脚掌外侧地板，指尖点地，手掌贴地都可以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你是初学者。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脚掌外面的地板，用砖块辅助着。深吸一口气，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缓缓吐气，右手绕过背后去找你的左大腿前侧。 找不到没关系，重点是把胸口再转多一点，把胸口慢慢转开来，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天花板，保持左大腿、小腿九十度，感受大腿前侧稳定力量。再一个深长呼吸，深吸口气，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吐气转头看地板，吸气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顺势打直。 左边的膝盖，双手回到腰胯，以脚跟为轴心转的时候，脚跟为轴心，脚掌往内转九十度，再往内转十五度。右脚跟为轴心，脚趾头转九十度，稍微弯曲右脚，让膝盖在脚踝正上方，弯曲右手肘，小手臂放大腿靠近膝盖地方。 吸气，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再沿着耳朵慢慢延伸出去。保持你的右手跟腿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把你胸口再转开来多一点，打开你的髋关节，尾骨内卷，保持膝盖角度不变。再考虑把你的右手放在脚掌外侧地板，指尖点地，手掌贴地都可以。 深吸一口气，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把你背部拉长之后，缓缓吐气，左手往下绕过背后去找你的右大腿前侧，找不到没关系，背在背后也可以。重点是右肩胛骨、左肩胛骨内收，把胸口再翻开来多一点。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天花板，保持深长呼吸。 先吸口气，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；吐气，转头看地板。吸气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顺势打直右边的膝盖，双手回到腰卡，以脚跟为轴心，右脚尖往内旋转九十度，跟垫子短边平行；再往内旋转四十五度，左脚尖往外旋转九十度。 吸气，双手平举，与肩同高，打开你的胸口。慢慢打，慢慢弯曲你的左膝盖，大小腿九十度。把上半身骨盆转向正前方，慢慢的转头看向左手指尖的方向。战士二，保持胸口骨盆。我们来看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把胸口骨盆转向右边的方向。 把你左边的膝盖再打开多一点点，感受大腿内侧的伸展。把你上半身再移回来，骨盆的正上方。再一个深长呼吸，深吸口气，右手往下放小腿，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。 保持胸口朝向正前方，在你吐气的时候，慢慢加深你的侧弯。右手往外滑下去，滑向小腿，滑向脚踝，碰不到没关系。深吸一口气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顺势打直左边的膝盖，双手回到腰卡，以脚跟为轴心，左脚尖往内旋转九十度。 再往内旋转四十五度，左脚尖往外旋转，右脚尖往外旋转九十度，再次弯曲右边的膝盖，大小腿九十度，双手平举与肩同高，打开你的胸口，把上半身骨盆转向正前方，右边的膝盖再往外打开多一点，感受大腿内侧的伸展，把你上半身再挪回来，骨盆正上方多一点点。 转头看向右手指尖的方向，战士二。深吸一口气，左手往下放小腿，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。保持伸长呼吸，保持胸口朝向正前方。在你吐气的时候，慢慢加深侧弯，左手滑向小腿，滑向脚踝，碰到脚踝没有关系，重点是感受右侧腹的伸展。 保持右膝盖的角度不变，感受右侧腹的伸展。深吸一口气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顺势打直右边的膝盖，双手回到腰胯，以脚跟为轴心，脚趾头慢慢转，转向九十度，跟垫子短边平行，再往内旋转四十五度，右脚尖、左脚尖往外旋转九十度。 右脚并回左脚，双手回到身体两侧，基本山式，肩膀往后往下松沉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进一段广告。好，将你双脚往前伸直。好，慢慢弯曲右边的膝盖。 右脚地板踩着大腿内侧，膝盖找地板，找不到地板你可以用毛巾铺着都可以。将你双手放在大腿两侧，吸气，胸口扩张，保持耻骨到胸骨的距离，缓缓吐气，保持脊椎的长度，慢慢的前弯，让你肚子找大腿。如果你觉得很辛苦，你可以弯曲膝盖都可以。如果你觉得轻松，将你双手越过脚掌，让你左手。 握着右手手腕，保持伸长，呼吸，吸气，胸口扩张，吐气，肚子往大腿方向多一点。到了最后一阶段，你可以把鼻尖轻轻放在小腿上，脖子放松，远离耳朵。再一个伸长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看着大脚趾，吐气，松开双手，回到脚掌两侧地板。 吸气，起双手往后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把你上半身慢慢转转向右腿的方向，将你左手放在大腿内侧，吸气，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，缓缓吐气，身体向你的右腿慢慢侧弯，左手往外滑出去。如果你觉得轻松。 让你右手也抓着脚张，重点是保持胸口朝向正前方，慢慢感受右侧腹的伸展，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天花板，把你右肩胛骨轻轻内收，胸口再翻开来多一点点。深吸口气，吐气，转头看地板，吸气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，右手慢慢回到臀部外侧。 将你上半身再转回你的右腿，将你右脚往前伸直，左脚内收，脚底板贴着大腿内侧，膝盖找地板，找不到地板没有关系，可以铺毛巾。吸气，胸口扩张，双手按在大腿两侧地板，缓缓吐气，双手慢慢往前，肚子找地板，将你双手越过脚掌。 右手握着左手手腕，很辛苦，可以弯曲膝盖，都可以。再次感受大腿后侧的伸展与放松。吸气，胸口扩张；吐气，肚子往大腿方向多一点，膝盖再打直多一点点。深吸一口气，挺胸背打直，看着大脚趾。吐气，松开双手。 贴回脚掌两侧，吸气，把打直的背慢慢带起来，双手往后。好，把你上半身慢慢转向左腿的方向。慢慢转向左腿的方向。将你右手放在大腿内侧，吸气，胸口扩张，左手往上指向天花板。吐气，慢慢向右腿侧弯，右手往外滑出去。 觉得轻松，把你左手也抓在脚底板，重点是胸口要朝向正前方，感受左侧腹的伸展，左肩胛骨轻轻内收，把胸口再翻开来多一点，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天花板，再一个深长呼吸。 缓缓吐气，转头看地板。吸气，把上半身慢慢带起来。好，来，再往前伸直。好，弯曲左膝盖，慢慢的把小腿抬起来。一手抓夹着脚掌，一手夹着膝盖，夹好之后，食指互扣。扣好之后，背部上提，把背部延伸拉长。 缓缓吐气，把你小腿慢慢的抱进胸口，脚掌再往上提起来多一点，尽可能保持大小腿九十度。吸气，胸口扩张；吐气，小腿再抱进胸口多一点，感受右臀的伸展。慢慢松开十根手指头，右脚往前伸直。 弯曲左边的膝盖，把小腿慢慢抓起来，一手夹着脚脚底板，一手夹着膝盖，夹好之后，胸口上提，背部延伸拉长，缓缓吐气，小腿慢慢的抱进胸口。如果你觉得轻松，脚底板再往上抬起来多一点，大小腿九十度，会拉伸的更加剧烈一点。 感受左臀的伸展与放松，慢慢松开十根手指头。左脚往前伸直，将你手肘撑着地板，慢慢躺下来。慢慢躺下来，弯曲左膝盖，左脚掌轻轻踩在右膝盖上。 将你双手左右拉开，四十五度角大字形都可以。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气，下半身往左边倒，让你膝盖着地板。你可以用你的手压着膝盖，右边的肩膀扶起来没有关系。重点是感受中下背部的放松，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右手指尖。深吸一口气，下半身回正。 右脚往前伸直，弯曲左边的膝盖，左脚掌轻轻贴在右膝盖上。贴的时候避免脚跟踩膝盖，足弓贴膝盖，缓缓吐气，下半身往右边倒。可以用手压着膝盖，肩膀扶起来没有关系。觉得轻松，转头看向左手指尖。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回正，左脚往前伸直。 双脚左右张开，来到大休息。轻轻闭上双眼，慢慢放松额头，放松整张脸，放松上半身、下半身，感觉整个背部完全松沉，感觉整个人、整个身体完全睡着了。 找到充分的休息之后，再把专注力带到呼吸上，让呼吸带着身体一点一点醒过来。手肘撑着地板，慢慢的起身。起来之后回到散盘坐姿，这次让左脚在内，右脚在外。 吸气，息息挺胸背打直，双手回到膝盖上。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在家做自主练习。我们下次见，谢谢。